敢地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你在原地踪踏，任凭我们自由翱翔，生命就在前方，有梦依旧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开门大吉。我不愿再回头。你来答题还是开演唱会啊？我去面试，他们就直接说，你这个外形条件不行。我的天，你这军嫂当的实在是太委屈了。开门大吉。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这里是由道道全菜子由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来看今天舞台上的十二扇神秘的大门，背后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八位勇气可嘉的选手蓄势待发，用幸运打开大门，用勇气点亮梦想，究竟谁能拿走这满场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拭目以待。来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追梦团团长叮当。追梦不能急，门铃来出题，过了这一关才能开门见小尼。每次都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你比如像我们军嫂，我特别想让你上去讲一讲你们家的故事，一个人带好孩子特别难，对吧？还有我呢、然后就完了，就然后就完了，就没有我呢，我呢，叮当姐姐我呢，亲爱的呀，第二次来了。你不是恨，我是什么？你是恨，你是恨。每个人要激励自己一下，来吧，第一位开始，请。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今天看暖男开门大吉。敲得了代码，弹得了钢琴，开门大吉，没我不行。风雨彩虹，保家卫国，铿锵玫瑰，我来猜歌。小人物大梦想，开门大吉，我来了。开门大吉，不虚此行，无往不利，多多必耶。骑的是速度，玩的是心跳，开门大吉，我又来了。乘风破浪，看美丽城市，勇往直前，闯精彩世界。活泼爱笑，王丽美，快乐无敌思密达，小尼我来了。我深呼吸，继续啊！来来来，我们来看第一道题，请准备视频。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是你吧？是你吧？是你！你出场就是我。让我们红尘作伴，这不是应该是 B 吗？当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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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看上榜第一位到底是谁，请看榜。哎呦，军嫂，好厉害！来来，快来快来！我是一名军嫂，这是我第二次来了。上一次回去被我老公说了一顿，说你这手速实在太慢了，让我练了一个月的手速，我又来了，我要给他看看。你好，小尼，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来过一回是吧？对。然后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对。我只想听你说。把我的号啊，我想要的号。你想开六号是吧？我也想开，我好想开六号。军嫂的先生在部队就这么苦苦的等了这一晚上。上次就是手速太慢了，然后被我老公责怪了一顿。本来他已经做好准备跟你连线，对，然后腾出时间来得到部队的批准，要和你来进行连线，死等三个多小时没有连成，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怎么今天还来吗？啊，必须要来，必须要来啊！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贾跃琳，是一名军嫂。嗯，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就是给我的爱人买一套护具，
因为他常年的极限训练，多少就是身体都会有损伤。我希望能够平时训练的时候保护一些。只言片语，大家感觉到了吗？这位军嫂，她的生命当中最核心的那个就是她老公。上来介绍自己，也是以她老公为基础。大家好，我是军嫂。那她的梦想也是为了她的爱人，今天为了自己，为了家，忘掉他。来，让我们好好的了解你，好不好？好。首先要开几号门？开双数二吧。二号门，请准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这好熟啊！唱出来。可以吗？啊，可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我的泪落在你肩上。这流星落的还曲里拐弯的是吧？什么歌？这什么流星雨吧？流星雨。确定。这个歌太难忘了，因为我也是特种兵。哇。你是特种兵？对对。等一下，特种兵跟流星雨有什么关系？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部队里极限训练完，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围在电视前看流星花园，所以这首歌真的很熟。哇，好厉害啊！流星雨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流星雨。欢迎 MK1 男团，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辛苦了，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特种兵啊？对，我们那支部队一年只招20个名额，你就选上了？对。哇，我脑海当中想象你在做特种兵时的形象跟现在应该是天壤之别的，对吧？对，完全是不一样的。训练场上是飒爽女兵，但是回归到生活当中还是一个向往美好的女孩子哈。她老公啊说是答应了今天可以连线，但是部队上的纪律还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导演也搞不清楚她到底什么时候能上线，所以我们今天就碰运气吧，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今天哪扇门会求助到她，希望你在求助到她的时候正好是可以连线的时候。经过极其严苛的训练，那是一身的本领啊。如果一个特种兵和另一个特种兵结婚了，如果遇到了矛盾和争吵，我想他们的解决方式可能跟我们常人不太一样，是械斗还是徒手？
我觉得应该他会稍微让着点你吧。对，不好话。他让着点我，但是我们俩几乎见不到面。结了婚怎么还见不到面呢？因为他工作很忙，一般很少回家。我们一年能见两三次就不错了。哇，而且平均每次就是两三天吧，刚适应就走。我的天，你这军嫂当的实在是太委屈了。不委屈，我习惯了。没关系，他今天不在。导演他不在线上是吧？他没有上线。不对啊，这会儿不行，这会儿不能连线。好，那你有什么说他不在。他是一个工作狂，工作狂。好，终于，我从你的眼睛里终于看到了一份凌厉了。他开始控诉了啊。他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因为我忘了他回来了，他总不回来。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我们家有脚步的声音，啊，我当时睡懵了，我那个心当一下提到嗓子眼儿，我当时就真的我能吓死，就快被吓死，我说。完了，我们家进贼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后来就想，闭着眼就想，贾跃琳，你也曾经也是一个特战队员，你这个时候需要冷静，绝对不能害怕，你得保护好你的孩子。嗯，结果我就闭着眼想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制服他，手里我应该拿点什么东西，想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还在溜达，我想这个贼进了我们家真的很嚣张。后来我再过几秒一想一想，啊，是周长龙回来了，我给忘了。那不是贼，那是我老公啊。对。来，下面选择几号门？我就跳着来吧，保守一点。四号。四号门，请准备。请按下门铃。让饮食更养生，道道全邀您一起开门大吉。轮回调节，谁的歌？是周杰伦的发如雪。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发如雪，没问题。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繁华如桑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痴恋你化身的蝶。你发如雪，凄美的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欢迎小唐人组合，你好。Hello， 张明哥，谢谢小唐人组合。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关键时刻，他可能常常都不在身边，
那从来不在身边。生孩子的时候，这些生孩子就是请了假回来几天，然后直接带队出国比赛去了。当时直接就是提前走了。那个时候，哎呀，那个时候赶上我爸爸也是，检查出来重病，反正很多的事情。那几年，我觉得突然把我给催熟了，就突然长大了，成熟了。当然对于所有的女性一样，都是男人无法想象的那种痛苦，但是对她来说更增加了一道负担，就是生孩子的那段时间好像身体是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然后有的时候犯起病的时候我就浑身就没有办法动了，是僵硬的。孩子就在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小，他坐在我旁边就哭，就不停哭。他在那儿哭，你躺在床上动不了，你也哭。我也在哭。唉，那你没有怪他吗？当然，军人的天职在身，但是你会有就是，哪怕一丝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为难自己？这个生活的情况状态是突然发生的，不是我能够就是预想到的，我也不知道，有点懵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必须要好好的就是支持他工作，无论是什么情况，咬咬牙挺过来了。但是唯一能支撑他的呢，第一我觉得是军人本色，第二呢就是对彼此的一份爱和包容吧，这个太重要了。你平常跟老公会说这些事儿吗？他主要是很忙，有的时候会说，但他也习惯了，也是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小贾同志，你不要开玩笑，是吧？他平常叫你小贾同志啊？对。你叫他什么？他总让我叫他叫老班长，你叫我声老班长。立正。你模拟一下，叫一声老班长，喊一声。周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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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喊到呢？周班长都听着呢。周班长，你好，周班长。你好。两个人其实都在承受军人家庭所带来的这种爱的代价吧。我们的军人也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这绝对也不是你洗脱的理由。但凡能回到家里，一定要立马变身，成为一个全世界最温柔的男人。你还记得你结婚时的誓言吗？我俩没办过婚礼。没办婚礼？他太忙了，就这么嫁了。气死我了！要不是看你是特种兵，我还真的，我也拿你没办法，连婚礼都没办。对，我们是去年。我在武警部队获得十佳军嫂的时候，部队给我们办了一场婚礼。当时周昌龙同志，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这位美丽而坚强的女子为妻？我愿意。贾跃玲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勇敢而执着的军人为妻？我愿意。当着所有的武警官兵面前给我们俩办了一场很隆重的婚礼。哇，都哭成泪人了，确实太惊喜了。哇，你平常会跟他说吗？就是老婆，其实我挺心疼你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会说吗？也是通过不同方式也要进行表达的，但是可能说表达的这个方式啊或时机啊可能把握上还不是太好。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怎么不信呢？他可能对我的愧疚越来越多，所以他慢慢学着去表达，之前他不大会表达。你现在要不练习一下，或者给自己一点时间，准备一套最肉麻的词儿，你只给他听，好吗？我试试。你准备一下啊。好，你再想想啊。来，下一站选择几号？顺着来，六号。六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是听出来了吗？什么什么珍重，什么什么多珍重。噔噔噔噔噔，这是什么歌啊？耳熟吗？不耳熟，完全没听出来。噔噔噔，你这样子，我感觉这个节奏有点乱呢。是你的心乱了吧？看到了周班长。是的。来，想想。噔噔噔噔噔，我怎么觉得我哼的调也不对呀、啊？要不然我们看看，借助一下吧。求助啊！嗯，你觉得你老公靠谱吗？他都没不听歌，我根本就不指望他。还不如你。猜歌我也不指望他，生活我也不指望他。这老公混的也太惨了。好，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原因重现吧。原因重现，请听。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什么？今宵多珍重。一起期待。开门，开门大吉，耶！漂亮。哎呀，猜对了。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们仅为亲情，说不完情意浓。我们仅为亲情，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今宵多珍重，谢谢谢谢哥哥的演唱，感谢感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周班长，想好了吗？哎，那好，开始吧。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俩一路走来这十几年时间，感情很不容易，真的。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爱人这一路为我付出的这么多，我打心眼里真的特别谢谢你，媳妇儿，真的能拥有这份感情是我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脱下军装的时候，我一定用后半生好好去偿还这份欠下的这份情谊。哎呀，平时经历太多的生活的苦，别哭别哭，我不哭，我很坚强。哭了。嗯，我想说，总有我们这一部分，有一部分的群体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会像我这样去默默的去付出去奉献，让你们能够义无反顾安心的能够去负重前行。谢谢你啊，大哥，真的。哎呀，那么真诚的话语，
老公也没有按照我说的那个说什么特别肉麻的词儿，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真的掏心窝子的话，我觉得比那些情话温柔一万倍。我不知道登登平时什么表情，但我刚才看到登登把手塞到了他那个头里面，我估计也在擦眼泪。我想说，总有我们这一部分，有一部分的群体。我不知道这个场景，你们故事里的另外一位主人公有没有看见？来看看儿子，儿子是吧？儿子在哪里？月亮。月亮。哦，好帅气啊！你听到爸爸跟妈妈说的话了吗？听到了。你长大想当兵吗？我有时候很想当兵，有时候不想。想当兵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当兵的，可以够能保护自己。可是有时候我也放不下心，爸爸妈妈都是当兵的，然后我当兵了就没法照顾他们了。哦，太暖了。哎呀，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爱你，小宝贝。好的，继续前进吗？我就止步吧，购买护具了给他。想的还是老公。来，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恭喜恭喜！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谢谢金麦郎。吃大面认准一桶半，微信扫一扫，开心常相伴。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家，特别好。好了，叮当，谢谢军嫂又给了我们一线生机，耶！又有机会了，我终于又可以把这个魔女给送出去了，太难了。今天啊，我们是一个70、80、90、00以后的一个大聚会，让我这一把能够把它给弄出去。来看第二道题，请准备视频。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你俩啊，你俩当中的一个人。不是，你们是想就是想这样刺激我吗？有意思吗？这样做不想说了。看一看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是上榜的第一名，请看榜。哦，这也太快了吧。我平时就特别喜欢看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而且我特别喜欢听歌还有唱歌，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都够了。你好，张宁老师好。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黄德举，对，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黄德举，来自江苏淮安，是一名声乐老师，也是一名录音师，后期制作的。音乐人来者不善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想买一台电脑做后期用。他一台电脑很贵吧？对。九扇门，全开了吧。那我尽力吧。尽力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选择几号门？万事开头难。选一号吧，选一号吧。你往那儿指啥呀？你逗我玩呢是吗？一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让饮食更养生，道道全邀您一起开门大吉。哇哇，我爱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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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干嘛呀？回来呀、啊？还要回去吗？不然呢？你要不你直接门在那儿，从那儿走。我以为是连着打的。什么歌？勇气。梁静茹给你的勇气。确定吗？
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需要勇气。谢谢谢谢李海山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勇气，谢谢。恭喜你，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在那个短视频上是叫什么小胖？保安小胖。保安小胖，对对对对，我刚想半天没想起来。麻烦给我的心再多放一些肉肉，我喜欢烤肉后给我带来享受。当初那么傻，看到吃的就放不下。你已经被你们保安公司开了吧？没有了。把你开了你才去做音乐谋生的对吧？不是不是，保安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当时就是找工作嘛，屡屡受挫。哦，对，其实一开始是找一些这个比如说婚庆一些演艺公司，我去面试，然后他们就直接说啊，你这个外形条件不行，我们需要这个条件好一点的。所以你是迫于无奈然后去做了另外一份工作，是保安的工作是吧？对，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希望你今年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舞台上眼前一片坦途好吗？好。选择几号门？12号。选择3号门。3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老歌，这是老歌。还就一个字，哒哒哒哒哒，爱就一个字，哒哒。大声唱，爱就一个字。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我只能一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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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一个字。歌词唱错了。你别说我就能一次好吗？我就说一次，不是我就能一次，好吧？啊，要自信一点啊！好，歌名叫做《爱就一个字》。没机会了，叮当姐，下期见。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不足勇气，恋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在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遇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
欢迎卓宏旭。谢谢。哎，你告诉他你以前多胖，鼓励鼓励他。我以前160多斤，快170了。你有170斤？哇！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一跺脚，就坚持了这么有很久很久了。我要向你学习。你有两条路可以选，你有两条路可以选。你要想当偶像型的话，你就向他学习。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作为你的特色。你想想走哪条路吧。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这个好像简单一点是吧？简单一点是吧？这么快就放弃了。谢谢郭宏旭，谢谢，谢谢宁老师。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是由道道全菜籽油提供的。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谢谢金麦郎，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继续前进吗？继续前进。好累啊。选择几号门？那就选5号吧。5号门，请准备。请按下门铃。我从人类的那贫穷自爱自由自在，眼前这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没问题吧？没有问题。唱。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完了，他下不来了吧？为什么这一期的歌感觉好简单？歌名叫做《少年》。哎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张聂哥好。你好。你好你好。他谁？这首歌的原唱。这首歌的原唱。哦，原唱啊。梦然。对。对吧？对，张聂哥你好。这首歌的原唱者、首唱者。也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哦，才女。我的天，你看到了吗？太有荣幸了。这才是你要学习的榜样。嗯。这歌太火了啊。我也翻唱过。还好还好。这首歌的点击率有没有一个统计啊，就是播放量点击量之类的。我知道的是在某个短视频的平台是107个亿。哦，107个亿。对，其实这首歌一直在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阶段，国家疫情的时候，然后很多的
英雄啊、医护人员啊，包括就是很多平台都在用这首歌在找寻自己内心的那个初心和带动这个力量。这首歌一开始我是写了送给我自己的，然后想要在做音乐的路上一直坚持我自己，然后没有想到这样的一首歌却带给了身边这么多人这同样的感受，它反过来又给了我新的力量。真好，少年一定不是一个年龄阶段，少年他一定是你心里的那小团火，只要你那团火还在，无论是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还是我们疫情防控一线的90后的白衣天使，他们都是少年。少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年龄阶段。谢谢你，谢谢孟然，谢谢小明哥，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那后来当着保安，当着怎么就又开始又转行了，又找回自己的本职工作了？我还是不是去找工作嘛，我面试的是一家这个传媒公司，但是还是被因为长相就是没过，也是生活所迫吧，我也要在这个城市也要吃饭住房嘛。然后当时老板说我们这边缺一个安保的工作，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当时这跟你的设想和期待是10万8千里，但是你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接受，我心想也离这个梦想也近一点嘛。那你是什么时候找到你发光的机会的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也有这个录音棚嘛，然后我就经常会录一些小视频，后来老板就看到我这个视频拍得不错，唱歌也不错，然后就让我带那些新的艺人唱歌，兜兜转转的。但好在你最后还是赚回来了，对对，赚回到你的初心上了。是啊，祝贺你，谢谢小回来了，谢谢小欢迎回来。好的，希望你未来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好。好，接下来准备开几号门？现在还有一半，几号？7号，七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什么？唱！梅兰，梅兰，我爱你。哇！哒滴滴哒，哒滴哒。发现你所有的歌只会一句啊？就是点睛之笔那一句。点睛，说的还挺美。歌名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梅花的年年绿，
就想到你。欢迎 Jazz Over 炫声乐团给我们带来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歌声这么美的一个组合，一定也是个心中有爱的组合。就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们组合当中有没有情侣啊？有没有？您猜一猜。我觉得右边中间这两个，左边那俩，中间你们两个是不是？是的。哎呀，我眼光好准啊。为什么？有夫妻相啊，长得像。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不错哦。接下来开，我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他什么歌都会。别猜了，下来吧。8号。哎呀，还是出不去啊。8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要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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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他肯定又猜出来了，山下。就是每天听的歌很多，就是记不住词儿。你需要的是记住歌名，歌名知道吗？当然知道。什么？下山。对了。哦。就下山。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么厉害吗？是那个要不要买菜那个男的啊。特别喜欢他，我可喜欢听他的歌了。抽出一剑，自身剑，走对车中。我怎么感觉你刚下山啊？对，刚下山。他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是刚睡醒的那种。有点紧张。你还在读书？在读高中。啊！哇！啊，你这个高中生，你唱出了老男人的味道。那你现在是高几啊？高三。那最后的这一年，希望你好好加油。好，谢谢老师。记住他的名字叫徐泽，但他更希望别人叫他要不要买菜。谢谢你。我怀念我自己曾经也有这种时候，就是特别不安的，然后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就现在反而找不回那种简单的纯粹的感觉了哈。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啊，然后我小时候会拿着那个刷锅那个刷把啊，然后我会拿着那个唱歌，就是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后来学了音乐专业吗？对，我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家人还是极力反对的，在他们眼里不是什么正经事。对，不是正经事，就是没有正式的去唱过歌。后来我就让我哥我姐去游说他们，然后让我妈同意让我去读这个音乐专业。天哪，你这音乐之路走的实在是太迂回了，就是有点坎坷。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
有没有想过自己走到了这一步？没有。我估计叮当都没想到吧。叮当，你刚才看好过他吗？我看好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往那一坐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歌手叫金学峰。哦，对，金学峰最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最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们就祝福一下我们的小胖勇往直前吧，好不好？不不不不，不能祝福，祝福我好不好？你让小美啊。真的上去行吗？他只要上去了，我们全整个制作组都解脱了。我就是开门大吉的吉祥物。我太难了。好，继续前进吗？前进。选择几号门？九号。九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什么什么？他曾经对我说，他曾经，对对对，他曾经对我说，什么是小偷？还有小偷？那女孩对我说，说我减肥后再说，说我的世界只有吃吃与喝喝。哇，这个歌真的。他改过。歌名叫做《那女孩对我说》，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欢迎石凯。你好你好你好、我又来了来了。你喜欢吗？你喜欢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非常喜欢，非常享受。对，你也那么喜欢唱歌？是。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从那个门背后出来和从这个门背后出来，只能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我选择这个。毫不犹豫。对，你也想像这些歌手一样站在舞台的中心。是，鼓励他一下，石凯。加油。这么简单，发自内心的说加油。对，因为每一个追梦想的人都很辛苦。对对，但是如果你不吃苦的话，你就追不到你的梦想，就这么简单。他刚才告诉你了，站在那里的感觉很过瘾。对，所以当开门大吉的选手不如当开门大吉的歌手，歌手那是你真正该待的地方，好不好？谢谢石凯。谢谢谢谢石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哦，不错哦。哇，开门大吉由道道全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有两把刷子，我来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要达到20,000。哦，现在已经达到目标了。对，哇，
他是要高抬贵手了吗？这是。现在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嗯，然后呢，你还有三扇门，继续前进吗？前进吗？前进吗？我决定还是把机会留给后面的朋友吧。不用了，不用了。哎呀，我的天！就剩10、11、12了，完了就留给我们。主要是我对二现场的几位不是很有信心。我对他们有信心。我预测啊，这三扇门至少得上三个人，真的，三扇门上三个人。那我就选11号门吧。你确定？他很善良的选了11号门，因为10号门他想留给别人，然后12号门太难了，他折中的选择了11号门。我们碰碰运气好吗？好。11号门，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完了，他没听出来。哇，还好没出去。哇，脑子很闷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老歌。就是个老歌，越往后的歌越老。完全没有头绪，这个在旋律。我要用求助。哪种方式？那就关键字吧。哎呀，别呀，原因重现吧。关键字提醒。好。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只有两个字。延。拖延。这是延吧？对对，我今天要看到字。没错，是延。什么延？想想。绵延。继续想。拖延，长延。现在在组词，还有什么延呢？你刚想到了绵延。绵延，对。还有突延，伸延。绵延，哦，不对。啊、哦，很晚延。不对，不对，不对。慢延。确定吗？确定。让我们一起期待。开，开，看着我的眼睛。门大吉。哇！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所有坚持坚韧，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人在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火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
谢谢，这首歌很好听，谢谢彭欣妍唱的特别好，谢谢。好的，我都不问你了，我就让你收了。黄德举，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4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道道泉让饮食更养生，感谢道道泉菜籽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由道道泉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道道泉让饮食更养生。谢谢黄德举。还有两扇门，有本事你就上来。不去。天哪，你别讨论多少钱了，只要能上去就行。因为我们今天3号嘟嘟300万粉丝大 V 啊，大 V 上不去也没有办法。还有我们经常会来一些比如 IT 男，但是你很少能看到 IT 女。我们8号就是 IT 女，是不是做 IT 的人都会像你这么沉稳？是的，因为都对着电脑嘛。那你的发量还是挺多的。什么？会不会聊天？不会。什么叫你的发量还挺好的？那些程序员又不是 IT 女，真的是。他感觉也不太多。对。又来了。感觉航空公司也比较消耗。来吧，来，请准备视频。不问你为何掉眼泪。哎呦，猜错了，我猜了 idol 一个字。好的啊，王丽美，没有机会。你故意的？对，最后一个啊，还按错。我以为就idol一个字吗？我也是。我们来看一看榜上第一名到底是谁。怎么样？怎么样？我是一名理工科的学生，但是我非常喜欢唱歌，非常喜欢音乐，不能说是中华曲库吧，但是也是阅歌无数。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小菜一碟，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没问题。程明老师，你好。你好。欢迎你。很高兴见到你。为什么一开始小牛老师然后见到我你好就突然变了一个人？还是要保持一下形象，还是不能太张狂。来稍微惊喜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艳玲，现在是一名理工科的学生，然后目前在中关村实习。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有一架真正的钢琴。喜欢弹钢琴？对，喜欢弹钢琴，但是小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机会去学，后面有机会自己去学了之后呢就想拥有一架钢琴，就现在是我的梦想。喜欢艺术的理工女？对，这属于端庄大气型的。钢琴多少钱？钢琴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但是我感觉40000块钱够了。哇呀呵，这意思是两扇门都得开呗。你只能这样了。你有信心吗？有啊，必须有啊，没有我就不会来这儿。来，有什么歌曲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你多少还是有点艺术细胞的吗？那我来随便来两句这个夜夜夜夜吧。好吗。我不哇，好厉害！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的梦。哦，给你合唱啊！来，选择几号门？10号。先选10号门。10号门，请准备。稍等，我让门准备，没让你准备。好的。你叫门呢？请按响门铃。加油！让饮食更养生，道道泉邀您一起开门大吉。歌名叫我和你一样。和你一样四个字。
哦，不是吗？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坚强。我和你一样坚强。好吧，原谅他，毕竟是个理工女。是李宇春的啊。我很肯定你的答案基本正确，对不对？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改一改。好累。和你一样。给我最终的答案叫做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小妹妹，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是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哇，第一个好看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你们好。哎呀，真好，这些孩子们。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我们新疆的一个少儿合唱团。我当时就是因为唱得不好，那个团长说，小妮，你还是别唱了，要不你报幕吧，你当报幕员吧。从此我就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其实我现在能成为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合唱团里唱的实在太难听了。谢谢合唱团塑造了我，谢谢孩子们，加油，再见。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一下就来到了10000元。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是由道道全菜籽油提供的。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商务信息技术。但是你爱唱歌。爱。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一些电视的歌唱比赛？我在澳洲留学，然后在那边的话就肯定没有在国内这样的机会。但是唯一的机会就是中国好声音在澳洲的海选。第一年我是什么也没有，就是炮灰。第二年我再去参加的时候拿了墨尔本的第一名。哇，但是也是止步了墨尔本的第一名，因为他是每年全澳只选一个人。然后第三年我就拿了全澳的第一名。哇，好厉害。哇，哦，全澳的。但你最后还是回到了你自己的本行，对吧？对。那宁愿做人工智能项目管理领域里唱歌最好的，去做你那个行业里的领头羊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他还要接着猜的。收，让他收啊。收啦，继续前进。毫无疑问啊，12号门是。好啊，二现场的各位散了，洗洗睡，回家睡觉吧，拜拜，再见。走啦走啦走啦。12号门请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歌，来听一听。请按响门铃。
他已经猜出来了。没听。没听过。啥意思啊？想旁人不允许我们的关。完了。也需要找到情况去承担。是个唱歌型达人。管你，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哇，我一直在吗？是我一直在吗？永不失联的爱。你还挺美的是吗？啊，你来开演唱会了？你来答题还是开演唱会啊？这么厉害，你早干啥去了？我上不来，我刚刚跟他，你知道，我跟他答对了，然后就他比我快一点，要不然全是我的，全是你的。哎呀，我答错了，错了，梅兰，我爱你。那女孩对我说。给了他机会是吧？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他刚才那个11号门他也没开的话，11号门是不是也是你的？是我的，我知道那歌。你全都能猜出来。猜出来了。小胖，这歌你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了。这歌太火了，这首歌太火了，每天都录这首歌。啊，太好了，今天真是强手遇到强手了。但是没办法，有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他就不是你的。没错，这首歌是你的吗？是我的。歌名叫做《永不失联的爱》。确定吗？确定。那我开了。来吧。告诉你，一个字都不能唱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呀。我陪你看流星的天台，哇，太好听了。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我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欢迎西伦唱团的各位。谢谢，我们很开心啊。太厉害了。谢谢西伦唱团给他带来的这首美好。唱得好好啊。谢谢，感谢各位的演唱。谢谢，太棒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0元。两位猜歌的高手强强相遇，虽然他们没有同场竞技，但是他们机缘巧合的把机会让给了彼此，所以两个人都得到了4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觉得这个结局很不错，我很喜欢。电视机前的你，敢不敢来到开门大吉，站在我的身边说一声我才是那个高手？如果你敢来，我也欢迎你哦。感谢收看，这里是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乘着梦想的翅膀，开门大吉，意料之内吧，没有人有这个胆量上去了，只有我。
当时确实没有想到歌曲到底能不能猜对，或者是说后悔不后悔，因为心里有个依托，就是2万块钱的目标，第一次就是来感受一下，下一次我就来好好答题了。我又没上去，你可能下次还要看到我。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我觉得这一次呢，我做了一个节目里面最热情的观众，下一次我一定要当选手上台，我要去见小明老师。